咁 hello 大家好啦，咁今日咧就系同大家介绍 NT 啦，即系主角系佢哋嘅，全部都系卷宗嚟噶。好，首先介绍咗最中意嘅啦，Kelly 同埋先啦。咁呢个就系宫崎骏画嘅《魔女宅急便》啦，即系有睇嘅人都知道呢只猫系边个噶啦。咁10蚊啦，其实好平，我觉得，因为佢都几大卷下啦，而且好似全身好似，而且佢印刷真系好靓，仲有商标。我商标唔知去咗边啦，但系另外呢卷系同一间店买咧，系有商标嘅，可能呢个系俾后面嗰啲遮住咗啦。搵翻佢先，咁两卷都系卖10蚊啦，又都几平嘅。呢、這个啦，其实好靓啦，印刷又卖得好平，可能二手问题啦，一卷俾我开咗，一卷冇俾我开啦。咁另外呢卷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Twin Star， 之前好似介绍过噶啦，就系开嗰阵时啦。然后呢、这个都系入面系胶质啦，而且超大卷嘅，唔多讲啦。有咗呢个超小系圆嘅，入面系胶质嘅。呢个去后猫。好，然之后下一个咧就开始讲下其他嘅卡通物啦。呢个大芒果系风魔传承，但系唔知点解啦。其实我唔系几中意大芒果嘅，只系觉得佢有啲 cute 同埋有啲 hea。系，即系仲有呢个维纳库物啦，睇唔睇到咧？睇唔睇到咧？系匿埋喺啲蛋糕入面嘅。要揾得好辛苦，好似依舊咁啦。對焦俾大家睇。focus 啊，咁大家其實都睇到喺呢度啦。OK， 佢而家度啲劣貨啊，唔好講埋呢個先。依、這個我真係好中意，18蚊幾大卷。喺商户買噶啦，係有天使惡魔，天使惡魔，跟住有啲玫瑰花，係。跟住有呢個啦，之前講過啦，後排，然之後呢個啦，咁啊超劣啦，超劣啦，係而且係印刷有啲問題，我認為，咁就係本來諗住買入嚟入貨啦，點知分發現其實係好劣啊！作為一個唔係家商嘅人，唔係應該話作為一個唔會呃人嘅商人，我係冇買呢卷嘢嘅，同埋受到保證啦，都唔會買呢啲咁嘅劣貨。好，咁就留翻你自己用啦，咪用。咁呢個都唔算劣貨啦。是超大卷，但不知道為什麼中間會有大黑色，可能是印刷的問題，因為是無端端在 MT 裡面會有變節，我很期待啦，用到中間才算了。這個是超大卷你看到的，最大卷我就覺得暫時除了這卷最大卷是這卷，但是都是比不上它咯。很漂亮，是紫色的萬聖節，其實有橙色的，但我覺得紫色很漂亮，所以就買了紫色了。歡迎大家收看啦，支持啦，多多支持啦。